是因为我感觉不好看，自己就是那个盲装别生气，周夜跳舞。皇上请喝酒，皇上请息怒。皇上就是刚来的新衣服交过去，我穿上最漂亮的新衣服。怎么办？皇上生气了。我跟新衣服我有一个好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快说。我们来写一个大大的告示，找世界上最好的裁缝，让他为皇上做出世界上最最最漂亮的衣服。好，那么我们写吧。我们有钱赚了，我们有钱赚了，我们发财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这是我们的光明路，我们可是天下最有本事的裁缝。皇上，外面来了两个裁缝，说可以为皇上做世界上最漂亮的衣服。哦，快停！我们能织出世界上最漂亮的棉布，我们能织出世界上最漂亮的新衣。聪明的人才能看见，不聪明的人看不见。这是最漂亮的衣服，多美丽的花纹，多么好看。对呀，多漂亮的衣服。我什么也看不见，等等。不，皇上，这是你的衣服，你看多么漂亮，多么合身啊！这是你的袍子，这是你的衣服，这是你的裤子。它的棉很轻很轻，穿了就跟没穿似的。这是什么事？为什么我看不见？等等，我不是聪明人。不会的。多么美丽，多么漂亮，这是美极了。哎呀，好这么。孩子啊，说皇上并没有穿什么衣服，呵呵呵呵呵。